是有金稿 A 片的吗？对对对对我不看 A 片啊！我看 A 片。白队有13分，黄队有18分。耶！好了，有看我们生二的大手笔的成本的游泳圈，哇塞，游泳池，游泳圈，游泳池啊，就知道我们下一关也不是好过的啊。真的，请我们的乔 BD 宣布我们的第三关。每队派三个人出来蒙脸，然后进去泳池里，然后两个人在外面做指引。里面三个人的目的就是要打到对方的头，那打到了就会把对方淘汰。最快把对方三个人都淘汰的这一队可以获得10分。OK。我们就追过来了，这是给你们的机会，你们要是输了，我们整个大赢10分。我不会输，不会输，不会。我们大嗓门盖过他们，好不好？他把耳机拿下来，他承受不住。你们忘记我的喉咙了吗？老吴的丹田真的一个人抵过你们五个了。哎，我唱歌都不用麦。我去 KTV 最讨厌这种。人家拿麦，我合唱比较大声。好了，那我们进行第三关。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了我们的策略，因为我们这一队是有脑的队，没错。我刚刚听到他们就是三个人打一个蛮干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留一个安全牌在场上，所以一个人负责躲，剩下两个人去专攻一个人。你看隔壁的队还在练习，浪费体力。哎，可怜的人啊，没有啦，不能真的不能蛮干，第一关他们就蛮干了，不行。百态有战略的黄队，加油。我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发现没有人攻击。原本我们想说大家都要保护防守，就发现我们要攻击，而且我们不能讲名字，因为讲名字太长，我们直接点 A 是 A B C， 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小粉龙，而且死了吗？大家就到他的旁边，不好，你们最好记得出来什么 A B C。可以，可以，不要，我死掉 ，A 到 B。B 右 B 右 B 右 ，C 蹲 C 蹲 C 蹲 B 蹲 B 蹲 C 一起起来一起起来，你看 A 好吗 ？B 起 B 起，对对对，你看 A 好吗？他们会说回旋，我们就让啪，对，准备好吗？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B C 往边缘 ，B C 往边缘 ，B 往前冲，就没有前冲，就没有前冲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开始，好，预备，
交往。好，对，往左走，左边，往左，左边，走走走。边边也会靠到一点，因为我们一直说有人有人，然后你就是对，我听你们的指示。有回到。好，宣布刚刚的结果，老吴有被打到。哇！太强了！我们二十第一，等下最后一关直接关。OK 了，你们刚刚已经这样叫我们的了。请问，所以我们现在总分数是？黄队56不变，白队62。哇！我们谢谢妹妹，谢谢。这种不用脑的关卡就适合他们那种。我们有胜利。我们的那个军师在这。谢谢大家好，我说 C， 他是 C 括号 C， 对 ，C 往前，他就往前。必要还是救命肉这样子，厉害，这不是战略，这只是名称改。好，对，因为你们在那边凑场太久了，才刚信任，太新鲜。哎，我们要两关，我们下一关晋升，下一关回来，接下来第四关。让我们开心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输很多，现在有胜。对，你们先开心一下。我们马上就回来了，就一下下而已。好，来看一下第四关的游戏规则。第四关，你看看后面的充气嘛，有四只大的，一只小的。对，小的那只是守门员的，不可以用手去挡那球，只会用你的肉体去挡它。那我也不是吗？所以如果我这样，你不行。勉强啦，不要勉强，好，不要出手，对，你手就一直抓着，好，用你整个肉体去挡那个，然后另外四位队员就骑着那种充气马，你们是可以互相冲撞的。哎呀 ，Oh my god， 好喜欢撞哦，可以了，队长。不要，不要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你不要以为这里面会好玩，来。他们很明显是一只母羊。那每进一球就是八分。哦，八分！哎，我们一球就赢回来了。守住！我们拉开他们距离。下次趁胜追击。对，来，错没错。填完规则了吗？都清楚了吗？好，我们进行第四关。我刚本来想说你身体大，你挡那个门，就发现你们骑不掉那个车。没办法，我这样穿着就死在那边死鱼哎。我来啊，我来，我可以。所以现在是悠悠手，悠悠手。我觉得我想一下，你很会攻吗？我也没有玩过啊。如果说不熟，你去攻好了。我觉得我去攻，可以攻。好，所以主要是我们三个肚子、小吴跟我去攻击。好，你帮我挡，我带门，你再挡一个，再挡一个。你一侧，我一侧。对，你们就是防守姐妹花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自己安排多一个守门员。对，没错没错。还有军师，因为他们都会觉得大家攻击，但是他们攻击就没有人防守，会在混乱的过程中。你诸葛亮哦，好强哦，诸葛亮。诸葛亮没有这样，不是诸葛亮，我们是诸葛亮。老吴力量很大，你们男生要。我跟你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围攻一个，你要守老吴，他又不敢撞。围攻哦，好，我攻老吴，可是他有时候玩游戏他会认真，我也觉得很撞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在那边诱惑，来了诱惑，这样，在游戏中硬起来，在诱惑，到底有多敏感？不可能，他那过去然后偷弄他敏感带，我都找不到，我们都想一些有的没的，跟我走，来，一二三，跳。郑源会不会其实很适合？就是去冲撞，因为他刚刚说他会摇，但其实我蛮灵活的哦、喔。
蛮灵活，又会摇，然后还不去冲撞，摇起来，所以就 Ariel， 那你就守门 ，Ariel 什么？我就守门，好。啊，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那一对最要小心的就是妹妹，她很壮。我跟你讲，我跟她低调。哦，我去对付她。情侣互顶，我们就先挑一个人，好，顶。我猜她一定是。我们采取盯人战术。就是一个盯一个，好，一个盯一个，一个盯一个。反正如果悠悠手或者小朋友手，你就盯其中一个。好，然后你盯妹妹。妹妹，你盯老吴，你盯小吴。我盯小吴啊，你跟他身高差不多。好，我盯肚子，我盯肚子。好，好，我盯小吴，小吴，小心点。OK。好，一个盯一个，战术结束。红队有信心。尽力了，我刚才冲中那两下去帮忙支援了。我就在下半场改直接踢。等一下，不要回来了，我的汗，我是刚洗完澡吗？好累。真的，我就是刚跟你洗鸳鸯浴。我们刚刚鸳鸯浴了，对吧？哦，真的太热了，好痛苦。我不想要起来了。这边有位尸体，看一下这边。我们刚很激烈，他们一来哦，幸好我刚刚膝盖守到一球，就这样顶出去，吓死我。哎，那个马的那个尾巴会扫到我的脸，好痛！我刚刚这样啪啪啪啪。我们刚刚有试玩了5分钟，结果我们发现人太多真的是踢不动，而且会超爆累。所以在我们试玩过后呢，我们决定就是3打3，一队派出3位，一个防守，2个踢球，一局3分钟定胜负。Go！ 开始。肚子，肚子，肚子，来喝。后面。哇哇哇！这个厉害了。就是 Ariel 老鼠屎，你 Ariel 老鼠，真的超强，终于有贡献的，好嘞。Ha ha ha!
害，但是我们已经无所畏惧，无所畏惧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游泳圈里面就充斥着肥皂水。我们这一关要玩的是躲避球，请公布我们的规则。每队各有20分，你们可以任意分配这20分在每个人身上。游戏结束，每队还在场上的人分数加总，就是这一局的得分。游戏期间，场内的球员接到球的话，就可以救一名队员回场内。每局3分钟，总共玩2局。现在一开始我们两队决定就先让小吴跟老吴，双吴跟老吴先在场外当那个接球的，因为他们两个刚刚都有一点受伤，场外因素。所以我们这个肥皂水先不让他们玩，先让他们直接在外面接球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怎么去评分你们的20分。Go！我觉得我一定很容易被打。对，一定很容易被考。会不会反向思考，他们就不会打我？但是你要假装你很多分。我要，所以我在场外的时候一直让他进去，你要假装假装你有很多分、啊。对，你要躲。我只能说，就是分数低的，你要想办法装的自己分数很高。对，这是一场躲避球 ，AKA 吹牛。还是我们索性就是分数就平分。然后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落后太多分了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分的。那这样会攻击他，因为他都会往前冲，所以你可以分数低，但是你要一直想办法攻击。分数低的要在前面攻击，然后分数高的要负责躲起来。欸、那我跟你讲，那给我分数低，因为我攻击他。他刚刚练习的时候脸很凶。那刚刚谁比较会躲？你可以躲。来，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。1、2、3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现在要写分数在肚子上。好，来来来，因为他要负责躲，你要很会躲哦。可爱吗？好倒弹哦。这怎么行？这怎么？好了，我们分配好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先评分，然后反正还有下半局。对，我们再决定配分，看谁比较厉害，然后再那个。不是，你看一下我们，跟他们战力我觉得有差、欸，他们很凶。因为他们男生躲很多，我们这边都是男生哎、欸，我们刚刚这边都女生呢、欸。小心。刚刚试完，他们力气真的很差，力气大，我觉得很难。他们不是力气，他们脸很凶狠，对，脸很凶狠。我弟好像要把我杀了。他老吴从后面攻你屁股呢，对、啊，从后面来呢，滑倒。没事没事。还是你比较喜欢从后面？我都喜欢。他们这样啊，措手不及，对，要快动。我希望谁啊？啊，措手不及，然后他还没接到，他们这个人啊，来不及，先做个假动作。我们现在在7敌，我们先假装把20分分配在某个人身上，大声一点。20分吗？20分放在身上？确定？我觉得我们先用一个人赌全部。对，20分到他身上，妹妹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不要打太大。我笑，对，我笑。好，对，我们就压20都在身上。叫妹，叫你零分，我们其他零分，其他一个人就好了。对，好，加油。我威严太大。叫。小心哦！哎，哦，打到了！
现在要他们又加了十分，那这样我们等于是要追二十分，屁啦！一局不到最多二十分，太精彩了！哇，已经比完赢，已经确定我们赢了吧？那个分数，哇，我们终于赢了！以后不能是会是这样子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不是老输的。好的，我终于赢了。他们好像有话想说的样子。这样子 有逆转的机会耶，我们很吃亏耶。等一下，因为如果再玩两局，顶多如果他们都全赢就四十分，他们就九十六，我们八十，都逆转耶。哇，你不觉得很难得吗？难得可以无所畏惧的下淋着大雨，是没错。玩这个肥皂水，难道说玩一局就要结束了吗？哎、欸，不然如果你们到时候输，我陪你们惩罚。什么？他们不用，他们不用，会长扛，如果会长扛，要么就是只有我们惩罚，要么就是大家一起惩罚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让他们死心，彻底死心，让他们知道说某老鹰呀。成交吗？成交吗 ？OK， 我们 OK。好，来，继续。名誉之战，第二战。哇！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积分都先压在正源这边。OK， 总之我们的都是零分。只有那个善元的20，好，我们所有希望都压在他身上。OK， 我们刚刚讲加码纯粹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好玩，想再玩。哎、欸，诸葛亮有话要说，好，我觉得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们就两个人压在20分，让他们就是有点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很好玩，反正好玩，反正就一起玩玩嘛。对对对，反正我们应该输不到哪里去啦。如果有接到球，就我先进来。对，然后都是你先。不可以打人哦，我先说了，我不能打人，我没有打人。回去了，来，我就回去了。啊！
走！哎，我发现吗？都是我杀的。哎，你很棒哎！还好吗？你还好啊？陪你啊！好生气啊！好了，今天完成五关了。哇！精彩可及。那个我们的困难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从前面输，你们多嚣张呢？对美，对美。给你们看，这边有个九宫格。哦，大鸭仔蛋，鸭仔蛋，鸭仔蛋呢？好险，鸭仔蛋一边跑。那我可能爱吃哦。可以，我觉得好恶心，你要打成鸡哎。看到这个九宫格嘛？那你们会有一次机会，每人有一个飞盘，可以把它飞走。你不想要的食材哦，可以飞走它。但是白队同时，它飞走的所有素材之后，你们也每人有一个飞盘，可以把它飞回来。好好看哦，这个没有节目，好好看啊，好看哦。一二三，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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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先回家。那我问一下，多大杯啊？那么大，一口一百 CC， 这是5800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好了，进行我们的大惩罚吧。好，一个人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先加油加油。今天没有中间，因为我是打不到鸭仔蛋的。来哦！哇，哎呦，还都没有，其实有哎，快了快了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鸭仔蛋，嘿！啊，哎，都有弄到。对啊，他们刚练习表现得很好。对对对，提供杯啊，我不要吃鸭仔蛋。完了完了，竟然一个都没有打到！哇！没关系，大魔王结束了。哎，看你们可怜啊，不然我们的飞盘帮你们打掉，打掉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因为说真的，我们五个球没有打掉，打得到，还是吃蛮多，还是挺漂亮。如果把纳豆打掉就好了，纳豆是不是？纳豆好，留下纳豆。看那个打得好不好，就看欢呼声大不大声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嘟嘟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跳。我们了，哎，现在是让你们帮我打，蹲蹲蹲蹲了，蹲蹲蹲蹲蹲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这样，可以用心一点吗？你看，可以可以，谢谢王姐的尽力了，我至少有看到。再来下一位是我们的梅姐，梅姐，那到拜托，我想要能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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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吴没有做啦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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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好，好。来，感觉随便哎。这两个其中一个拜托快点。好，好，手肘对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来，我来，我要拯救你们。他尽力了。纳豆是不是？纳豆，拜托。哎，射手。啊啊！去哪？要去哪？走开！谢谢，谢谢小吴。走
走是不是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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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听哦。那动那动，应该是没有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有我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还是谢谢了。对，那你们就是这七样打成果汁喝下去。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喝什么？太平洋果菜汁。哇！不会加到这里满的。大家注意，我们这节目还有三集哦，就不要输了一下哦。我以后会跟你对。怎么样？哦好。什么？沙丁鱼罐头。好。哎，你不要加汁进去可以吗？我想说就是加汁啊。哎，我觉得你今天超漂亮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美啊？哦，怎么那么漂亮啊？牛奶香菇小粉红。妈妈，你好白哦，好高好白哦！我超讨厌香菜的。哎，我们要加水才打得动吧？这个苦茶给它灌了，好臭！你们刚刚说的仁慈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是，这个我是大家可能真的不要加那个。你们现在是在调制火锅酱料是不是？一点点就好，一点。好好臭哦！好好好好。没有筷子 ，I'm sorry。用手，用手。你死定了！我跟你讲，后三集你死定了。好可怕！啊？讲什么？你死定了！没事，没事，你会过得很好。你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他说你，他说你超美，他说你超美，头发好顺。你要像我，你看看吗？有从鹅啊你出来，这还好，那是因为太帅，是因为 NT。屁啦！超恶心！你来啊，真的超臭，兄弟 baby。你也要吃了韭菜水饺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打一打，去打一打。好了，上菜喽！我的果汁榨出来了，好想喝哦！那赶快，赶快啊，赶快！可以看到上面飘一些香菜，然后底下飘一些大蒜，还有纳豆在最底层。但我们刚刚闻是蚵仔米小的味道，对，太好看了。好吧，直接倒出来吧。哎，这个渣渣，最后的渣渣不要倒啊！好害怕，来举杯，举杯啊，干杯啊，倒掉哦。起来，帮你准备饮料啦，等一下让你们一起喝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一起举杯啦，一起干杯，一起干，一起干。哎，这两队的那个心情怎么差那么多？干杯！真的喝是啊，给，赶快来。喝快喝！哦，他的时候还开心，哎，还有人在咀嚼，我不敢相信。其实不难喝，哎，好，好臭啊！我已经闻，好臭！大蒜，好冷，会烧起来。哎，怎么那么辣？很辣，辣油。现在好像喝完一杯威士忌耶，辣油和瓦萨比啦，就是苦苦辣辣烧烧的。他们讲话都有那个味道，对，怎样？怎样？嘴好臭，那我们来谢谢剑心黄梅小哦，还有悠悠，还有三人，还有剑心大神，谢谢你，谢谢找我们来玩，真的非常好玩，下次再来哦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下次就换你了，记得去订阅剑心黄梅小屋的频道，那我们第三集 Let's Play Again 就结束了，谢谢。